大伙把妈了吃上，我不叫我睡觉不得劲儿，那是我妈又不吃。那个在院里说是自己生的，我面上疼。奶奶，你有个好么啥呀？奶奶，葫芦岛里头有只闺女，拿吃去呗。奶奶说的什么来？我不吃。我不吃。我又吃那啥哥哥你买的。我奶奶是胡说的。我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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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要吃那面条了吗？那个刚好有那个面条啊，我去嘎带路就弄面条吃吧。那吃有面条，即使这都没有，我就我饱饱的呢。吃了多少，我就想我吃别黑了，留下好多碗了，吃上不得劲儿睡觉。老爷，你还想吃那个猪油弄那个面条吧？猪油你放面条啊？没有的，没买的。谁去买了没买的？你咋这样吃？我让你上这四处来。我今天买上这一路，就看老爷。啊我现在买上这一肉酱，老爷那个还买头嘞。没买的，你当年我就没去买了上去，我买的呢。猪油也没买的。哎，刚在肉了，我买了有个月才刚在肉再进过来，也没熬着，也没搞着。哎呀，起来吃饭吧，老爷。啊，等着呢。给你上边吃吧。
你怎么的老爷子？回去啊。啊？要回去。你要怎么走？得走了就得走。是吧？你不吃饭的呢？啊？你不吃饭吗？我吃了。你吃点呗，你那早晨吃的还是下班了啊？嗯。你那早晨吃的还是下班了啊？那你吃点呗，别不吃的呢。吃死了可不的，嗯，怎么着？